王子，你乖乖听话哦，哈！爸爸最爱你们了，你有爱爸爸不？啊？我等下带囡仔，等下我妈带。不需要了，怪当照顾小公主和小王子，那点麻烦嘛。你安尼是要甲我控一下？是要控一下？你家想看嘛？咱两个现在状况遐尼无好，你是搁爱上班无闲，到时还带囡仔？嘛是啦，我确实我那无希望囡仔伫这款无欢喜的情形之下大汉，安尼对因无好。请你把话讲我清楚，安尼做是对囡仔无好，还是对你还佫有方思瑶无好？你敢一定安尼讲话？安尼讲话对咱的情形敢有法度改善？你搁在那啰嗦，我连你做伙干死！我不准你去阮厝的人，走！阿罗无，我来报警。孙总啊，因为你的弟害我上新闻嘞，降人顶条条啦，所以你即摆准备一笔走路钱给我，无多啦，只要安尼200万就好。钱我已经给你啊，无可能搁让你卡油啦。200万，我看你比用手会较紧，手会较紧是毋？走啦！这个，这边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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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卖俩主公，我唔敢怕你啊！这边，这边，孙建廷，今天我先放你耍，啊，不过我来警告哦，我要提的200万，你赶紧给我准备哦，若无我绝对会放你耍。伊嘛是同款哦。新仔爷啦，建廷，你受伤个老伙啊，我替你换药。建廷，真多谢你，拄只伫遐危险的时阵，你保护你家己安全，一心保护阮母仔。是我甲你回事，你接到啦。我想袂到哦，因为我做的代志，竟然惹着这么大的麻烦，害你甲宝宝惊到啊！请你原谅我，好不好？我是希望你会当赶紧把代志解决，啊，若无我惊。这代志吼，我会处理好势啦，你免替我烦恼啦。你只要好好照顾宝宝就好啊，其他的交我。建廷，我希望你会当平安，不管咱两个安怎，我拢希望你无代志。